的很多画呢是在大集上不会买花，经常买不到自己中意的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个大集上，教给大家如何去选购一些花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花友们应该去选择这种原盆原土的，这种是瓦罐盆，是吧？非常的好。大家不知道是原盆原土的话，可以滴溜一下，这样的话还滴溜不出来。像这种的话，买回去以后啊，成活率是非常的高。很漂亮，这种都是嫁接的，用流苏的根基作为一个嫁接，很漂亮。像那种，也就是养一年。第二年你想那复花很难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东西呢，就是鸿运当头，也是凤梨科的，你一定要了解啊，这是它的一个花，它的一个主体呢，最多寿命在半年至左右啊，之后呢，它就会死掉，但是它从下面这个花盆里面会滋一个小籽出来。这个东西的一个养护呢，浇水只要浇到这个芯里边，不要浇到盆里边就可以了。盆里边保持微微的潮，浇水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叶杯，就在下面这个位置。刚才那个你们看得不清楚，这个你就看得清楚了，是吧？下面都是叶杯，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。这圆盆的还是主盆的？大家听到了吧？这种都是主盆的，就是说白了呢，就不是说圆盆圆土的，它是三个组到一起的，要理解这个事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杜鹃，非常漂亮。但杜鹃花需要很深的一个功底才能够养得很哇塞啊！新手花友的话，你得多学习。那这种呢，就是腊梅，它其实呢现在都属于一个休眠状态了，所以说这种裸根的呢，你可以买回去以后地栽，好吧？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地栽，盆栽的话也能开花，我们家也有卖，好吧？把叶子一揪，全部都是花苞。已经催化好了，这种是可以的哈。这叫金鱼吊兰，这老大盆，这圆盆的吗，老板？不是主盆的吗？哇，这种漂亮。对，买的时候尽量买这种大盆的，漂亮。蓬莱松，我也是属猴的，说是这个属猴的幸运草啊。这老板刚上的盆，很有眼光。这种呢都是九里香，里面它是结的果，这种果也是可以种出来的，很漂亮啊。开完花以后会结果的，而且同株就可以授粉了。好吧，开花很香，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九里香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它那个东西呢，很多的花友叫七里香，也叫千里香，非常的漂亮。开花跟茉莉花一样，特别的白。这边这些都是残花了，残花上面骨朵很多啊，一个上面好几个骨朵，买回去以后呢，三个骨朵不可能全开，你就留一两个就行了。这种大多都是从南方过来的，我们山东地区没有养的，好吧，大多从福建那边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茶花，这一个点盖它一下就行了。这个呢是也是凤梨科的，这个叫白雪公主，老板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叫糖果，叫糖果啊，都是凤梨科的，贼漂亮。
养护方法都一样，叶杯里面加水，漂亮。倒挂金钟，这个是紫色的，这紫色的，一般是紫色的跟那个白色的，特别的怕热，夏天的时候度夏不好过，其他的时候没什么问题，好养活得很。这飘香藤非常的漂亮，这是从大棚里面刚出来的，现在如果说这个季节在外面的话就不行，活不了。南方的花友地栽很旺盛啊，夹竹桃科的。那给大家说一下夹竹桃科这个事，夹竹桃科的话都是有毒的，就是你别吃看也没事，它的花香也没有事，但是是不能食用的就行了，知道就行。红掌啊，这是红掌，这种花的话你可以看颜色啊，刚开出来是这种白白的，上面带一点金黄色的，时间长了以后变成这种绿色的，你就该剪掉了，要不然的话会养浪费营养。好点话说，养着养着不开花了，不是不开花了，是你这个老的不去呀、啊，这个新的长不出来，好吧？啊，就这样。你他不是说喜新厌旧，他就这样。你如果说旧的不去，他就新的不来，你得有种取舍的精神。这种就是多肉了，多肉你一定要了解啊。这种锦啊，这种锦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啊，这种东西叫药锦，就是你买回去以后呢，你观赏价值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如果说你要养护的话呢，这个难度是很高很高很高的，好吧？基本上这些触锦的呢，都是打过一种药啊，滴过一些药，然后呢，买回去以后不多久，它就会上面那些就会死掉的，但是有的时候药放的少一些的时候呢，就没什么事。这个也是药锦，这个还有这个。好吧，这种是药锦，对，还有这边这个，好吧，这花漂亮啊。这个绿钻多少钱？七九。带着那个假花吗？就是带着这个假花。我们刚才那个就是假花，它不是真花，你知道就行了哈。你买回去看，这个丝毫不影响，它就是绿钻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早上10:30呢，我还得开直播，大家记得关注一下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下期再见。不见不散，直播间里见。